张教主神功无敌，听说曾经以乾坤大挪移从灭绝师太手中夺得此剑，后来怎么又会被此剑所伤呢？又听说伤教主的乃是峨眉派一位女弟子，武功也只是平平，小妹对此很是费解啊。对方当时出手太突然了，我一不留神所以就失手。那是不是那位姓周的周芷若姑娘长得太美丽，以致张教主意乱情迷呀？没有这回事，姑娘你别取笑。小妹不胜酒力，再饮下去恐有失仪，现下说话已经不知轻重了。我先进去换件衣服，各位请自便，不必客气啊。老尼姑是云天剑为命根子，怎会让这剑落在这野花上？这姓赵的似乎不太宝贝这倚天剑，要不然也不会把它留在这儿。他倒是挺放心咱们的啊。哎，怎么会这么轻呢？哎，这哪是倚天剑，根本就是一把木制的长剑。是檀香木所制。这姓赵的他在搞什么古怪？教主，这姑娘恐怕十九不怀好意，咱们此刻删除警戒，应该马上离开。怕他干什么？他要是敢轻举妄动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。自从走进这绿柳山庄，我就觉得这地方处处透着诡异。这姑娘是正非正，是邪非邪，叫人难以捉摸。我们为什么留在此地，处处受人所制呢？杨夫子说的不错，我们马上离开。教主，这剑鞘是装了倚天剑，那目前真的倚天剑的下落不明，教主，你不打算查他个水落石出？依我之见，这姑娘固摆一阵，想是有备而来。就算咱不去招惹她，有朝一日，她也会找出来。此处多留无益。我们现在有药物在身，不应该再节外生枝了。日后以逸待劳，以静制动，等看明白再打算。好，走吧。两位姑娘，请转告你们家主人，说我们有药物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先行告辞了。那我们上楼。张教主，尊驾来匆匆，是嫌小妹招待不周吗？不，姑娘太客气了，怎能说不周呢？我们有药物在身，不便久留。是的，赵姑娘，日后相见，再当头。请。哎，周先生，怎么了？爹，怎么了？有点头晕呢。杨督师，周先生，你们赶快盘膝坐下，千万不能晕风调息，要不然毒发无救啊！教主，我们是不是中了毒啊？我这有点头晕，毫无其他现象，不像是中的。你们现在只有一时三刻可活，千万不可以晕风调戏，不管有多么难受，一定要等我回来，听见没有？赵主，你下毒的动机真是叫人匪夷所思啊！要不是我有神功护体，熟悉天下奇毒，只怕我们这些人早死在你的手里了。张教主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哎，谁下毒了？你听不明白？你园里这些花草叫醉仙灵符，刚才那把假的倚天剑是用海底的麒麟香木所制，两样东西本身都没有毒，可是相继凑在一块就会产生剧毒，发作以后不消一时三刻就会丧命。是吗？真有这回事啊？要不是张教主指点，恐怕我还真不知晓呢。那真是太匪夷所思，太奇妙了。好，既然赵姑娘你不知情，那我就借几棵花草用用。
多谢解药，告辞。来时容易，去时难。张教主，这是什么功夫啊？是乾坤大挪移吗？我看也不过是平平无奇啊。张教主，你刚才只要在我这穴上轻轻一搓，恐怕我就性命难保。你为什么只取我的珠花，不取我的性命呢？我不想杀人。我千方百计的要下毒杀害你们，你有机会杀害我，居然不动手，这分明是妇人之仁。明教以你为尊，迟早难逃请妇的命运。还你。张无忌，你有种就走到我跟前三步。救人如救我，你说我胆小怕死，无所谓，随你。我今天真是栽到家了，叫我有什么面目去见师父？姓张的，多谢你成全。我不会上你的当。你人在下面，就算是力气再大也推不开。张教主啊，你的武功可真厉害啊，这陷阱是由唇膏锁住，滑不溜手，连细缝也没有一条，你啊是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你要陪我先扔在这里啊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想一个人出去啊！如果你要活命的话，赶快叫人把机关打开，听见没有？你慌什么啊？我的人等一下找不到我的时候，自然会救我们出去了。啊，不过最担心的是，我手下的人如果以为我出庄去了，那就糟糕了。这陷阱之中没有其他的出路。你生的一副聪明的面孔，怎么会问出这么一个笨问题来？这陷阱是用来抓敌人的，又不是做来自己好玩的。哦，难道还要故意留下开启的机关，好让敌人逃脱出去吗？有人掉到陷阱里面，外面人会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赶快叫人把机关打开，听见没有？我手下的人都派出去了。刚才你在水阁看到别的人没有？明天这时候他们才会回来，你别急啊，在这边休息一下吧。我多待一天没有关系，可是杨宗士跟周先生他们就没救了呀。你要不要放我？如果你不放我的话，我就先杀了你。好啊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，看你能不能离开这里。男女授受不亲的，你握着我的手干嘛？我们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的置我们于死地呢？你不明白的事可多着呢，既然你问起，我便从头说起吧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没有时间听你在这胡说八道。你到底放不放？你如果不叫人放我出去的话，我得先杀了你。我是没人可叫啊。只要稍微动你一下，就没命了，知不知道？拿开你的脏手，不许碰我！可以啊，你放我出去，你放了我，我就松手。你堂堂一个大男人，却来欺负弱女子，你羞不羞啊？弱女子，你诡计多端，比十个男子汉都还厉害，你还叫我弱女子？把我放出去！如果你不叫人放我的话。
杀你！我不叫就是不叫。 穿好的，赶快放我出去啊！ 你不是说外面没有人的吗？啊，你一敲击讯号，马上就有人把机关打开了啊！ 立即收兵！我家主人交代，你教主坐下，聊表心意。你们家主人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走！姓赵，干嘛送东西给你啊？你别当快撑不住了，快去拿水，快！ 上有一条说，麒麟香木如果和芙蓉一类的花香混合在一起，会产生剧毒，让人沉醉数日。若不赶快用花的球茎或水而饮的话，会大损心肺。醉仙芙蓉的性子，比般芙蓉还要厉害。你们运功调息，花香会侵入各处经脉，会有性命的危险。啊，都怪我，谁叫我手痒，去摸那个假的倚天剑，想瞧他妈的什么跟老蛇子。 他既是要处心积虑来陷害我们，你就是不动那把剑。
他也会找人下毒的，根本防不胜防嘛。哎，这个死丫头，她好歹毒的诡计！哎，走，我们赶快去，一把火把她绿柳山庄给烧了啊！山庄起火、啊。丫头，果然料事如此，早就算到咱们解毒之后一定会找到算账，算到你找不到他，一定会烧庄，所以他就比你快一步，放火把庄子给烧了。哼，他烧了庄子有什么用？咱们赶快去追过去啊，把他们杀得落花流水。嘿，连庄子都烧了，就是胸有成竹，还会让你追得到他？他妈，我们这两个大男人怎么会栽在一个黄毛丫头的手上啊？这个姓赵的到底是什么来历？那达子一定有莫大的关联，要不然他不可能动用达子兵来围攻我们。可是不对呀、啊，如果他跟达子有关系的话，那为什么那一天他会下令杀自己的人呢？依我看，只有两个可能。第一，他希望给我们一个好印象，让我们对他毫无戒心。第二，他可能真的是看不过瘾，这李天剑的剑鞘在他手上，我明天师徒一行，想必他的遭遇不测。这丫头年纪轻轻，诡计多端，心狠手辣，这分明是冲着咱们明教来。哎，对呀，这丫头啊，她绝对不会如此就善罢甘休的。哎呦，那往后我们可就麻烦了啊！啊！要是再敢装神弄鬼，我杨逍一定要他粉身碎骨。小张，消息有什么吩咐吗？如果今天不是你在旁边指点，我大概撑不到无忌哥哥回来了。你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粗贱活了。能够服侍张公子是我的福气啊，没有什么粗贱不粗贱的啦。我本来以为他是，结果没想到，却成了我的救命恩人。如果没有他，你回来的时候不一定找得到我。幸好我把小刀带在身边，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小赵武功不高，却懂得制敌之法，显然不是普通人家。这混进来明家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。也许他天资聪颖啊，杨左使，他看起来不像个坏人呢。你这么容易相信人，会吃大亏的。我虽然曾经上过别人的当，也吃过很多亏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要学得信任别人呢。要不然你出租房的人家做人会很辛苦，也很没意思的。你从前怎么样我不管，但你现在是明教教主，明教的兴衰都在你一个人手上，我不希望你拿以前那套来处置。等，属下告退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不管你混进来明教到底有什么企图，你总是我杨某的救命恩人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张公子，我不用说了，今天你帮我们大家保住了性命，如果对你还有半点疑心的话，那我就是一个大混球。张公子，其实我好了，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公子你真好。哎，对了，今天那个黄金盒子呢？里面放什么东西？我还没看清楚呢。啊，在这儿。嗯。哎，公子，你小心一点。不要紧的。公子，那赵姑娘对你可真好，不但下令收兵，还派人送你这么贵重的珠花。我一个大男人要女人家的珠花做什么啊？送给你，这怎么成？这是人家对你骗情，我怎么能收呢？
收下来，我留着也没有用的，啊。谢谢公子。阿弥陀佛，本寺方丈，诸位长老闭关进修数剑客。喂，这位是明教教主，亲自上少林寺拜见老和尚，居然不见，未免太过拖大。不见就是不见，各位请回吧。周经理，不肯莽撞。是教主。方丈既然做官，咱们见见空圣、空智两位神正也是一样。不见。达摩堂主，罗汉堂首座呢？不见，见还是不见？各位远道而来，本当礼谢，只是诸位长老近在做官，各位下次再访吧。请问大师怎么称呼？阿弥陀佛，小生法名不说也罢。很好，你擅说不见两字，原来你是不见大师，这么说你是空见大师的师兄。只是你不知道阎罗王招请佛将，不见大师到底见还是不见？老东西，不要！这家伙带一头是，他身上内功不是少林派的。你不是要来找出真相，不是来打架的？我不是要跟他们打架，我只是要看看那些闭关的大和尚对自己受伤弟子是不是置之不理。咱们上去看那些和尚是不当真不假。明教三不济，拜会方丈大师。教主，有点不太对劲。这好大一滩血迹啊。恐怕寺内一定有个异常报道，我们去找刚才那个僧人问个明白。走。教主，找不到那个老舍子秃驴啊！一个人都看不见，到处都激战的遗迹，可是连一具尸首都找不到啊！王都师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依血迹看，这场激斗应该在两三天前。难道少林和尚全军覆没，被杀的一个不存？可是刚才有人奔向后山呢。那些一定是少林和尚的对头，看到咱们更是溜之大吉。哎，刚才那个秃驴是冒充的，真可惜没把他拦下来一问究竟。少林和尚人才众多，千古年来号称长盛不败的门派，如今除了本教以外，不可能有别的门派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大雄宝殿十八尊罗汉，其中的十六尊都被人用利器在背后刻了字。七哥哥，你看这些罗汉的背后。心中少年，后面武当。那边还有。唯我明教，武林。那边也有。王。刚才我们在这儿等的时候，发现这些罗汉像好像被人动过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发现这些罗汉的背后都刻了字。这是疑惑江东的武器。那我们可要把这些字全给刮掉，免得当冤大头吧。一人用心，就算刮掉这些字也未必。那总比不刮的好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不是，有件事我不知道。是不是刻这十六字的人竟然要存心嫁祸于本教，
为什么不把这16尊向外，而让它面向墙壁呢？要不是小昭细心的话，那不就不会有人发现了吗？依我看，这些罗汉像是有人故意转过去的，准是有人在背后相助我教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问题，暂时我也猜不透。糟了，先诛少林，后灭武当，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武当了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武当助他们一臂之力。我要好好的看看，到底是哪些狗奴才干的好事。对呀，事不宜迟，这些奸贼已经先走一两天了。杨作使，周先生，武当是家父的出身之地，太师部对我恩重如山，大难当前，救兵如救火，早一步是一步。你先跟我回武当，周先生，你跟韦福王还有外公会合之后，再一同复原。是是，教主。你是什么帮派的？你们带队人马去了武当没有？马儿，辛苦你了，你在这歇歇啊。哪一路的朋友深夜光临武当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少林空降，有急事求见武当山张真人。哦，大师远道辛苦，请一步闭关奉朝。替道长赶快禀报张真人，事关紧要，刻不容缓呐！大事来得不巧，毕施主自去岁闭关至今一年有多，本派弟子也很久不见他老人家。那请通报宋大侠，大师伯率同家师及各位师叔与贵派联盟远征明教，至今未返。哎呀，如此的话，武当派跟我少林一样，今日难逃一劫了。闭派事务里皆由古虚子师兄主持，小道即去通报。古虚道长是哪位的门下？余三叔门下。余三侠，余三侠手脚并才，但心里很清楚，把贫僧的话告诉余三侠也是一样的。既然如此，大师请。大师请。大师请。你们两个快去准备软椅，三师叔要去见祖师爷。是。清风，明月。你是？哎呀，不认得我了。我是张无忌。无忌少爷，你不是已经？你回来了，你的病好了？我的事情呢，慢慢再告诉你们。我跟你们两个人去抬三师伯，他们还认不认得我，好不好？跟三师伯开玩笑不太好吧？没有关系啦，我想给三师伯一个惊喜嘛。他看到我病愈归来，高兴都来不及了，不会责怪你们的啦，对不对？走了，快，快点。哎，清风呢？清风到哪去了？哦，他人不大舒服。所以我来替他。好了好了，快去把三师伯抬上椅子。是。快，快到后院齐幽洞去见祖师爷爷。
是。师傅，师傅，召集空运大师有急事求见。小僧少林空巷，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大师不必多礼，不知大师光临闭关，走为何事？师父，魔教突袭少林，少林一派至方丈空文大师以下，有的殉尸战死，有的力屈被擒，只有空巷大师一个逃脱出来。师父，现在魔教大队已经逼近武当了。魔教马上就到了，今日众云武林存亡荣辱，就全赖张真人一人之手了。魔教竟然如此猖獗，少林寺高手如云，怎么会轻易招了魔教的人？师父，少林空智空心两位大师率领弟子与五大门派前辈围攻昆明，大胜，压了一些俘虏回来。没想到这俘虏竟是魔教所装扮的，进入少林寺以后大开杀戒，杀得少林寺措手不及。少林寺毁于一旦，师父，这都是魔教所为。如此的诡计多端，简直叫人防不胜防。张真人，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替我们少林报仇解围啊！少林武当本是一家，此仇是非报。师父。少林武当本是一家，此仇是非报不可。师父，祖师爷，门派的金刚白若掌果然是非同小可，看来我非得要休养三个月，否则伤势难愈。祖师爷，祖师爷，启禀祖师爷，魔教大队人马已到宫外，他们说要见您老人家，他们口出污言秽语，说要踏平武当山。师父，大敌当前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去告诉那些人，是我马上出来相见，让他们在殿上等着。是，祖师爷。师父，你先走吧，带我去应付。师父，你把伤养好之后再给弟子报仇。大爷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为师的我恐怕插翅难飞。师父，我做官18个月，悟得了武学精要，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此刻只有传给你了。师父，我已经残废已久的，还学什么拳法剑术呢？师父，这墙已经入关了。大爷，生死胜负何足计，我武当派的绝学绝不可以因此而中断。为师我年逾百龄，纵使不遇强敌，就能多活几年。可惜的是，在我垂暮之年创制出一套武功出来，你是身负传我生平绝学的重任，我武当派一日的荣辱未知道。你只要把这一套太极拳跟太极剑传之后世，我武当派的大名必当永垂千古。师父，爹，这套太极拳跟太极剑跟过去的武学之道全然不同，讲究的是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仔细的看着，
配套全素的诀窍，虚灵定境，贪凶拔背，宗教随弊，尘奸罪品，十六存于玉手，最具有力，形神合一，是这套全素的要旨。你懂了几成？师父，弟子于汝只懂三四成，但是三四根考据都已经记录。这是难为你了。倘若远桥在此，也只能懂一成。咱们兄弟之间，以武帝悟性最高，只可惜他英年早逝。如果师父花三年功夫指点他，应该属他最适合传师父这门绝技。你全身残废，敌人不会对你提防的，千万戒急戒躁。倘若我苦心创制的绝艺不能传之后世，那你就是我武当的罪人。是，弟子谨遵师父教诲。那师师的就安心了。走，我们出去。快跟我出去。是。众位，这是我师尊，你们传去武当山有何见教？教主到。晚生执掌名教张无忌，幸会张真人。你是张无忌？晚生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张无忌。张道，老道失礼，奉茶。省了，今日造访武当并不是来讨杯茶喝的，请张真人不必多礼。请问教主，我师兄弟不自量力，前往贵教讨教武功，至今未归，不知道他们下落如何，请教主明示。宋大侠父子于二侠、张四侠、莫西侠，目下正在本教做客，他们每个人受了点伤，生命却无碍。受了点伤，多半是中了点毒。张真人对武当绝学果真自负的紧。既然你说他们是中了毒，那就算是他们中毒了吧。到我一个师弟了。殷六侠，他是中了少林派的埋伏，跟阁下一模一样，四肢为大力金刚指所折断，死是死不了了，可是要动也动不得。师父，师父，晚生有一良言相劝，不知道张真人肯不肯听？请说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我蒙古皇帝威加四海，倘若张真人愿意投诚孝顺，皇上立班书封，武当派大蒙荣宠，宋大侠等人人人无恙，更是不在话下。明教虽然是多心不义、胡作非为，可向来是跟蒙古人作对，什么时候投效了朝廷？老道倒是孤陋寡闻。弃暗投明，自来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少林派自空文、空智神僧以下，人人投效尽忠朝廷，本教也不过见大势所趋，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，那有什么稀奇？哼，人人残暴，荼毒百姓，放败天下群雄并起，正是为了驱除胡虏，还我河山。凡我皇帝子孙，没有不驱除打死之心，此乃是大势所趋。
老道虽然是方外出家人，却知道正义之所在。公文空置乃是当世的神圣，岂肯为市里一统？你这位姑娘说话何以如此颠三倒四？既然张真人忠言逆耳，如此固执，那暂且不必多说了，请各位跟我走吧。把门带动。是。站下。在下明孝张孝武，光明左使杨逍，白眉影王迎天镇，清义福王韦一笑，义面王韩建张真人。小伙，你鬼鬼祟祟冒充明教，毁我明教之声，你到底有何用意？你们仙宫少林在人武当到底是何来历？我如果与少林武当有恩，本来明教是不应该多管闲事，但国人冒我明教之名乔扮本教教主，那咱们就不能不理。老道倒是奇怪，明教几时做了朝廷英雄，原来是冒充。杨忠士，杨忠士，杨忠士，武善人、武行奇及各路人马都已经上了武当关外，静候差遣。你们张教主呢？叫他来见我。你不在冒充吗？哼，江湖中传言武当是正大门派，果然是耳闻不如目睹，居然与魔教暗中勾勾搭搭，全仗魔教撑腰，本门武功可说不值一善。臭丫头，你这是妇人之见，小儿之实啊。张真为政武林的时候，我想你爷爷还没出事呢，你懂得个屁。哼，咱们是来讨教武当绝学的，张真人派任何一个人下场，咱们都乐于奉陪。至于武当派到底是真才实学还是虚有其表，今日一战天下尽可皆知。至于我们跟明教的过节，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。哼，姓张的那个小鬼奸诈狡猾，我不扒他的皮抽他的筋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不过也不忙在这一时。咱们教主可是少年英雄，看赵姑娘的年龄比我们教主稍微年轻一点，倒不如嫁给我们教主，倒挺相配的呢。铁王，不许胡说八道。张真人，你要是不肯出手，只要留下一句话，就是武当是欺世盗名之辈，咱们拍拍手便走。至于宋远桥那批个窝囊废，也一并归还，那又何妨？哼，你先派人来暗算我师父，让他受了重创，然后过来挑衅，要置我师父于死地，你们手段太毒辣了。张真人是何等身份，怎么能跟你这些低三下四的鼠辈过招？那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了吗？别说是个张真人呐、就算是我姓殷的，你这般身边的奴才，不配我一拳一脚。